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门上的福字你会贴吗？很多人说倒着贴啊，福到福到嘛。错了，这本《中华民俗万年历》告诉我们，倒贴福字不是福到了，而是把福倒掉了。福字的偏旁是有起神的意思，而福可拆分为一口甜，也就是一家人有饭吃，有甜种，有福享，这就是福字。如果把福字倒贴了，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。倒福字应该贴在哪儿呢？应该贴在水缸、垃圾桶、柜子和牲口棚上。而且按照我们民间的习俗，真正贴福字的时间应该是在年三十的下午，太阳还没有落山之前。顺序应该是从外面向里面贴，先贴抬头福，再贴门福，最后才能贴倒福，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从外面流进里面，由大门开始，从外到里的贴福字，先大后小。